看到每个人都在那边。你会不会收服的时候，男生女生撞在一起啊？触电，然后就，然后就说撒娇啊，你别乱想啊，我要收服啦，以为是谈恋爱，然后开始一段打架事件，哎、欸，说不定会这样子，好好笑哦。想太多了，然后八点档看太多了。触电，然后开始这样，对啊，如果你撞到龙马，龙马，龙马像神奇宝贝啊。